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悠那啦，再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。这个原住民同胞的分手就是啊，后啊，才要那那那那，再来一下，再来，来个起来，再来一下，下下下哦。谁跟你再来一下？一下下就好。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。哦，张伟聪。是你的脑袋有问题。蛮简单的，是本公司的歌。是啊，那个是那个黑色幽默。恭喜答对。一起来演唱。男生想散的话，拖拖拉拉；女生想说不要想散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女人的心一狠下来哈，她的决定是唰，完全是不留。没有例外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像佑希就是这样的人。哎呦，好突然，一刀两断，说散就散，撤了就撤。宪哥真懂我，真懂对不对？真懂，什么星座？金牛座。哎，漂亮，我也是金牛座哎。金牛都是这样，说散就散这样，说断就断，说断了断了就断。金牛座是不容易答应你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们会前面忍耐忍耐想很久想很久，然后后来说我说不要了，拜拜，就不会对对，不藕断丝连，就说哎我走喽，拜拜，走了走了，我先走喽，拜拜。有个金牛座。你约他，他不答应 ，OK。但是他一旦答应你，今晚就要全套。哎呦，而且是要到你想逃，要到你想逃。他跟在耕田一样。哎呦，好夸张！晚上要跟仙哥去吃饭吗？请出题。帮我坐在。好，来。给我一个六，给我给我一个六，一个六，给我一个六，给我一个六，再给我一个八，一个抓了还一个八，啊，什么歌名？给我一个理由，他紧张到讲话走音呢。唱歌没有走音，讲话反而走音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。好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恭喜答对，是阿令的歌，一起来演唱，来。哦，理由连上六。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再回来，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再耗下去都天亮了。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，怕你有东西。假如你有东西，忘了拿。后面的歌词了，对，后面就是歌名了，不行，下一句就出来了。伟忠一定会的，伟忠你一定会的，伟忠你一定会的。我知道是谁的歌，歌名用嗯啊过去。对，那唱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啊，歌名什么？那就这样吧。没有在这样吧，再爱都曲终人散。
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，不要再问我，真舍得拱手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，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悠那啦，再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原住民同胞的分手就是啊，啊，才要那那那那，来再回一下，再回，来个起来，再来一下，下下下，谁跟你再来一下？一下下去，好香啊，闻到好香啊，哎，别哭了，哦，把眼泪擦一擦了，啊，这样吧，再爱我，如果有缘的话了，对啊，就像那个有缘的话，那个阿哈演那个哪个前男友长得那么像瓜牛，前男友像瓜牛不要了啦，瓜牛，对啊，第二题。亲爱的，亲爱的小孩，哎，不一样。哎，我以为你们的更可爱的，亲爱的。我们的歌，我们都是要看歌词。太多了，像话吗？离开。离开我。跳上车子，还伤心的太悲，好特别哦，他的默契好特别哦。一题中一题，第二题可能就一题答对。好，第二题，亲爱的，亲爱的小孩，哎，不一样。哎，我以为你们的更可爱的，亲爱的。我们的歌，我们都是要看歌词。太多了，像话吗？二送一，好，第三题，已经放水了，太特别了。相信，相信，哇，相信我，相信，相信我。三种歌唱，三种一好，下面一题，第四题，好，再一题，什么相信啊？放开，这简单吧？说了叫你放手，放手，来得及的，玩哦。有的拼了，有的拼了，有机会了。我出一堆以为是放水的，结果他们都打错。对呀，好，很难。第五题，好，第五题，彩虹。有了，有了。哇，不要再闹了。我们可不可以换一题？有点在看不起人家了。好，看不起，看不起啊！换一题，不要看不起的。对呀，彩虹他们因为唱彩虹林嘛。公平，公平，幸福，还要好运。我给你幸福，对不起，唱错，这是。这是什么？唱什么歌？那你要唱什么？我要唱那个我们自己的歌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个我给你幸福，我只要你靠近，对对，看清楚我的心。等，这个战斗力火车老师，你们两个在纠正前辈啊？不是啦。下播，厉害，他们还知道哎，哦，赞赞赞！没有，我们比赛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，爱歌爱歌爱歌，比较唱他们的歌，他们歌难度都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对，很不好唱，所以我们才不猜自己的歌啊。哦，难怪。好，第六一题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简单了，孤单。再给你们五秒，再给你们五秒，还是要换一题？换一题，换一题，好不好？换一题，换一题，换一题。OK OK。好，分手。这个太简单了，这太放水了啦！但我不相信他们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。
想到好了，动力火车往前五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